无线一线花旦，现年37岁的高海宁，出名拥有丰满身材。佢当年参选港姐已经非常抢眼，难得的是佢都相当大方，毫不吝惜佢的天赋本钱，不时都会分享福利美照。日前佢着上古装服饰同大家拜年，送上龙年祝福。由于佢绝少拍古装剧，今次以古装造型亮相真系充满咗新鲜感。有网民指出高海宁呢个系综艺节目入面嘅造型，都有网民认为佢唔适合着古装，但唔少网民都纷纷留言大赞佢嘅古装造型好好睇，甚至希望佢能够拍宫斗剧，或者肯定是能活过大结局的反派女神，而且是妖妃祸国那种。